新竹县位于台湾本岛西北部，与桃园市、苗栗县、台中市、宜兰县毗邻，且包围着新竹市。搭乘高铁，从竹北市出发，至各个城市，方便且快速。新竹县三面环山，总面积约1427平方公里，其中14%是平原，46%是丘陵，40%是高山。新竹县共有13个乡镇市，其中新竹县政府位于竹北市。新竹县客家人口占全县人口超过70%，还有闽南人、泰雅族、赛夏族、新住民，族群之间相处融洽。近年来人口迅速成长，总人口数已超过57万人，平均年龄为全国第二年轻。新竹县有完整的产业体系，持续地让台湾在国际间发光发热。新竹科学园区、海远科技园区、新竹工业区、凤山工业区、 AI 智慧园区、生医园区、观光休闲农业，新竹古称竹堑，汉人入垦前是原住民族赛夏族及泰雅族聚居之地。18世纪初，大陆移民渡海来台，形成海陆客家移民聚落。1875年，竹堑改称新竹，并首度设县。民国62年，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。民国69年，台湾第一座科学工业园区启用。民国71年，新竹县市分治，新竹县治迁移至竹北乡。民国77年，竹北乡升格竹北市。民国96年，高铁新竹站启用。你差不多前就站。新竹县有着丰富的产业底蕴，完整的科技能量，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智慧城市。为了热爱的人和土地，超前部署，深植根基，下个30年的美好从这里大步迈进。丰饶优越的环境让目光聚焦，也让丰沛资源汇聚在这里。新竹现在很幸福。